见到桃园市长张善政，摊贩们热情伸出双手，在市长谢国梁陪同下逛起了成功市场，摊位摊贩们超热情。桃园市长张善政18号来到基隆成功市场，替桃园市的黑毛猪农场推销产品，包括多位党籍市议员都到场，大家拿起纯黑猪肉香肠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从前年12月底，基隆我们谢国梁当选市长，桃园我当选市长，还有连蒋万安，还有这侯友宜，我们基北北桃四个城市四位市长就跟一家人一样。那么我们在很多市政建设上面，四个城市一起来搭配啊，效果非常好。像大家知道1200这个月票哈，就是大家非常欢迎的一项。那么尤其是基隆和桃园，一个在最北边，一个在四个城市最南边，我们虽然距离比较远，但是我们心还是连在一起。我希望说今天来这边表达，就是虽然桃园跟基隆离得比较远，在基北北桃上面，但是我们对于现在这个罢免案，我们觉得我们基隆市民应该要看清楚，谢国梁是一个好市长，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希望说我们基北北桃还有基隆和桃园，我们这一家人的感情还有这个合作的机会管道能够继续下去，让刚才我讲的基北北桃的这个四个城市哈，一起打造一个生活圈。有关基隆东岸广场争议，除了法院之外，财政部也针对 NET 申诉觉得不合理，直接驳回。这次除了法院以外，财政部也对于 NET 提出的申诉觉得显不合理，所以直接驳回。不管是对他们提出来异议有关于评选的部分觉得不符合理，或是说针对他们提出一些相关期限的问题，也认为他们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提出异议却没有，所以不只是法院，连财政部就是所谓促参的主办机关都认为 NET 提出来的这些异议跟申诉完全没有理由。目前我们已经是4-0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我想跟大家讲，我想这个罢免会让市民朋友跟国人朋友看到已经越来越没有正当性。张善政替桃园自家商品来到基隆推销之外，市长谢国梁也邀请张善政一起享用基隆生鱼片及烟熏鹅肉，品尝基隆道地的美食。记者黄少明、张启腾，基隆报道。